接下来这是我们的发力的第二个动作哈，针对的就是我们的能坐立。首先呢，我们让每一个朋友们呢、清楚到呢，我们最重要的股二头肌跟我们的三头肌呢，一定是要平行的。那我们的两眼呢平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透过最重要的就是按摩的这个动作哈，这个按摩的动作我们一定要慢慢的平行滑到我们的后面呢，靠近我们的腰部，也就是我们整排的膀胱经。我们试着我们的模特呢，双手靠着之后呢，我们的脚呢一样是打直的，就如同阿基里斯腱整个拉开，慢慢的随个人的这个动作，你能够尽量往后就往后，不行的话呢，就随自己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念，自己稍微斟酌一下你的筋骨，好，再慢慢的呢回复到平行之后，这样将我们的手慢慢滑回来，对，滑回来之后，我们双手放在我们的肚脐，差不多在我们的肚脐这两边哦，刚好在天枢的地方，再随着我们的眼睛平视，慢慢的呢往我们的肚子内脏按摩，让你此刻呢停顿。在一秒的当中呢，好，慢慢再恢复动作，非常好。整个的动作不只在刺激我们的内脏，加强我们整个大脑，尤其是我们的脊椎最重要的平衡，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最重要的能坐立了。所以朋友，我们在做的当中尽量保持非常愉悦的脸部呢，打开这一只呢自由自在的蝴蝶，只要你完全呢自在喜乐的动作当中呢，就能够达到呢好内在的一个清安，这也就是我们的第八力第二个最重要的能坐立的动作了。好。